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杨一辉，欢迎收看时间做手。就同跟各位分享一样，不管做票也好，做期指也好，其实都可以很简单，但是一定要有领先而且可以实战性技术。就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，当我们拥有新金牛观念的同时，不用再像过去一样死抱活抱，也不像过去一样有满手套牢股票遗憾，只要跟着新金牛观念，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，很自然的就可以创造出比标更标获利。但是很多的朋友股票一直做得很辛苦，到底原因出在哪里？就同过去你跟着市场当中的分析师去做，常会发现资金的运用没有效率，因为股票总是报上报下等上涨，不敢百分百直接进出，加上持股过于分散，凹单不停损，会多不空的结果，都是造成资金运用没有效率的原因。同样的，过去的软体为什么没有帮自己赚钱？因为你用的不是原创系统，所以没有办法真正的实战，有太多的参数、模组、周期全部要让会员自己猜，甚至呢选股出来的支数模组还会太多，还需要人工的讯息去辅助判断。最重要的，买卖点才会慢半拍，没有办法完全做到单一而且精确的买卖点。因此呢，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，为什么我所有的会员都一定会用我本人手机号码，而且我百分百可以做到价格诚信不讹价，而其他的分析师或系统为什么做不到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如果分析师或系统可以长期帮客户稳定获利的同时，何必躲在业务助理背后，甚至每天在节目当中辛苦做过度行销还需要打折，不是吗？而当你拥有做手系统的同时，你掌握住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了，因为这个系统呢100%是我自己原创的，包括程式的部分也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，完全不需要委托外面工程师，这市场当中其他软体绝对做不到的。而在进场之前呢，汇利警却显示进场停损停利上价位一次，各位我坚持只赚最好赚的，因为资金效率才高，就是因为操作有把握，所以每笔大进出一定都是百分百资金，多空人双向获利自然就加倍，就同你所眼见为凭的事实，也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金牛是一样的，跟着新金牛观去做，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一档股票就够了，而且每笔的进出一定都是百分百资金，一定是百分百资金买档，一定要百分百资金卖掉一档之后才有钱换下一档，不是吗？就是要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，从7月25号到今天一个月的时间，你100万透过金牛力量已经帮自己创出190万利润了，而你1000万呢透过金牛力量不是帮自己创出1900万利润。但是再回头想一次，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你如果还像过去死抱活抱的方式做股票，甚至呢还在用不能实战软体帮助自己炒股票，到底帮自己创出多少报酬？因此呢，就在节目当中会常提醒各位的，我说过去条路如果一路走来都走得很辛苦也走不通的时候，此时此刻就该换条路换个方法走的时候了，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金牛是一样的，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哦。就同你所看到的，在8月15号这一天，
这样票100万赚了18万。系统告诉我们基金赚完最好赚一段，先把赚到钱塞口袋，接着换股加报酬。15号这一天，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精英这样票，赚它最好赚一段。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。15号也就在这一天哦，系统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赚的钱放口袋，再把资金转买精英这样票，赚它最好赚一段。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，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平台，短短3到4天，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7.8万的利润吗？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？所以呢，这样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，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。就同你所看到的，在18号这一天，这样票100万赚了17.8万。系统告诉我们，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，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，不要怀疑，也不要舍不得卖。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，单张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，你如果没有做手系统，你不知道卖，你舍不得卖，到最后会像过去一样的报上报下，又浪费了很多时间。但是当拥有现金流观念，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，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。就同你所看到的，在8月18号这一天，这样票100万赚了17.8万，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，先把赚到钱放口袋，接着换股加报酬。问题是18号这一天，我们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朋友身上？很简单，全部交给做手系统。我们只把时光回溯，回到18号这一天，很简单的按一件选股多，一样精选股。3秒钟时间，系统告诉我们，再把资金转买华景店这样票，赚它最好赚一段。一起来看，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？18号，也就在这一天哦。系统告诉我们，千万不要赚的钱放口袋，再把资金转买华景店这样票，赚它最好赚一段。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。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平台，短短的3天2头，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3.4万利润吗？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？所以呢，这样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，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。就同你所看到的，在22号这一天，这样票100万赚的是13.4万，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，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，不要怀疑，也不要舍不得卖。再次，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，大家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，你如果没有做手系统，你不知道卖，你舍不得卖，到最后会像过去一样的报上报下，要浪费了4天时间。但是当拥有现金流观念，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，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。就同你所看到的，在22号这一天，这样票100万赚的是13.4万，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，先把赚到钱放口袋，接着换股加报酬。问题是22号这一天，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？还是一样交给做手系统。我们只把时光回溯，回到22号这一天，操作可以简单明确易懂，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，一样精选股。
三秒钟时间，系统告诉我们，再把资金转买精锐这样票，赚它最好赚一段。一起来看，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？22号，也就在这一天哦，系统告诉我们，前方赚的钱放口袋。再把资金转买精锐这样票，赚它最好赚一段。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，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平台，短短一天两天，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0万的利润吗？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？所以呢，这样票当然也不是例外，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。就同你所看到的，在23号这一天，这样票100万赚了40万，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一段，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，不要怀疑，也不要舍不得卖。再次，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，大家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。你如果没有做手系统，你不知道卖，你舍不得卖，报最后会像过去一样的报上报下，又浪费了3天的时间。但是，当拥有现金流观念，赚钱速度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。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，就同你所看到的，在8月23号这一天，这样飘100万。赚了40万，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一段，先把赚到钱放口袋，接着换股这样报酬。问题是23号这一天，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？还是一样交给做手系统？我们只把时光回溯，回到23号这一天，操作可以简单明确易懂。很简单的案，一件选股多，一样资金选股。3秒钟时间，系统告诉我们，再把资金转买9位这样票，赚它最好赚一段。一起来看，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？23号，也就在这一天哦。系统告诉我们，前方赚的钱放口袋。再把资金转买9位这样票，赚它最好赚一段。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，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边，短短3天两头，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是6.4万利润吗？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？也就在节目当中该跟各位分享的5个金流而已哦。事实上，从8月11号到今天。11个交易的时间，你100万透过现金流观念已经帮自己创出75万利润了，而你1000万呢，已经帮自己创出750万利润了。但是到今天，还像过去死抱活抱方式做股票吗？还像过去不能是在软体帮助自己炒股票吗？也就在节目当中所看到的，为什么我所有操作一定要坚持只赚最好赚一段？很简单。因为当我们所有操作可以坚持只赚最好赚一段的同时，可以大幅度降低风险而提高胜率。操作做到最后，绝对不要像过去一样，常常会有大赚变小赚或小赚变套遗憾。相同的，为什么要坚持只赚最好赚一段？因为我要快速提升获利效率，也不要像老派投资观念一样，总是消极死抱抱等着股票上涨，非常浪费时间。更重要的，为什么要坚持只赚最好赚一段？要让我们操作完全安心跟放心，要操作要怎么可以安心跟放心，就是要掌握住每一档股票每个阶段最好赚的买点跟最好赚的卖点。也就从我在节目当中常跟各位分享的，我说股票绝对不是买来等的，更是买来被套牢的。而跟着做手系统去做很简单，所有操作一定是摆放资金集中操作单档股票，加上严格风险控管跟领先市场买卖点，才有办法帮助各位把财富快速累积起来。很多投资朋友股票为什么做得很辛苦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过去你没有办法掌握住每一档股票每个阶段唯一最好赚的买点，所以过去常常会在猜买点、猜股票的情况之下，买在前面等它上涨，可是一等不知道等多久，非常辛苦。
甚至呢总是要大涨一段之后再去做追加，你所承担的风险会比较大、哦、所以做起来还是会很辛苦。但是跟着做手系统很简单，我们要完全做到简单明确，要买就是要只有个买点，就是最好赚的买点。就同这样票在这一天我看到个事实，周线大户资金流入，所以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，这一天一定是这个阶段整理结束之后最好赚的买点，而且是唯一的买点。既然在这么简单明确的情况之下，我所有客户账户这一天只有个做法，百分之百资金买进，让好事很自然发生。也就同你所看到的，为什么要把资金集中，为什么要百分之百买进一档股票一个点位，原因很简单，如果你买对了一档股票涨、哦、上去了涨很多，可是你只敢买个一成两成，那买对了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。为什么？因为买不多赚不多。但是跟着做手系统去操作就是这么简单肯定，所以在百分之百资金买进的情况之下，买的多才可以赚得多、哦、相同的每一档股票都是一样道理。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从来不跟各位特别强调任一档股票，用涨势赚钱的办法。当拥有赚钱办法同时，每一档股票都必须要帮我们赚钱，包括这样股票也是一样的，要买当然只有个买点，就是最好赚的买点。我们不需要买在前面等它上涨、哦、这买在这个地方太辛苦了，也不是等到大涨一段之后再帮别人抬轿，这风险太大了。就是跟着做手系统买在最好赚的买点，就同这档股票在这一天我一样看到的事实，周线大户资金流入，所以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，这一天同样是这个阶段以来整理结束之后最好赚的买点，而且是唯一的买点。所以呢，我所有客户账户这一天还是一样，百分之百资金买进，让好事很自然发生。就同你所看到的，为什么要买在最好赚的买点？哦，就是在买进之后，在最短时间之内要把获利实现出来，哦，不是等到涨停再去做追加，就是如同你所看到的，买在涨停的前一天。相同的，每一档股票都是一样道理。所以我说过，当拥有赚钱办法的同时，每一档股票都会来帮我们赚钱，每天都会有赚钱机会，而不需要跟一档股票抱在一起，然后跟它抱上抱下啊，抱得很辛苦。就同你所看到一样，昨天有没有机会？当然有机会，只是你有没有拥有做手系统，有没有拥有正确的观念而已。就同这张股票在昨天，我一样看到的事实，周线大户资金流入，所以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，这一天一样是这个阶段以来最好赚的买点。既然是最好赚的买点，又是唯一买点的情况之下，还是一样，百分百资金买进，让好事很自然发生。也再一次，就如同你所看到的，不是等到今天开高走高，然后拉涨停出量之后再去做追加，而是不是再一次买在涨停的前一天？而这就是做手系统独特技术。而我所有的客户跟我看到的买点绝对是一样的，是同一天，不会早一天，不会晚一天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系统是完全没有参数可以改的。所以每个客户所看到的买点都绝对都是同一天、哦、都是一样的。也就总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，我永远只相信只有客户获利口碑才是最好行销，其他都是多余的。但是想要跟着新进有观念创出比标跟标获利不难，你现在欠缺只是一个亲身体会领先实战新技术机会而已。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回到现场。过去总是被不实在的测标和行销手法误导，使用品质不良的系统或抠讯吗？实力才是关键，有实力才敢直接面对投资人。这次您可以直接拥有老师本人手机亲自服务，有实力才敢提供高品质的保障。这次您可以拥有高品质的六大保证。这次您可以选择有实力的分析师，有实力的系统，让幸福的事每天发生。02-2389-8029，02-2389-8029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热线02-2389-8029，02-2389-8029。各位投资朋友，欢迎回到现场。就同跟各位分享一样，
他们拥有时间做手续做妻子的同时，正值一口单百败当冲，完完全全没有流畅压力。我们可以让好事每天都会发生，就同这个地方结果一定是一口单赚赔叫总结果，就同你所看到的台指08一个月过去了，挣这么多负这么多，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1994点，09呢六天过去了，挣这么多负这么多，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564点。当然今天跟着系统去做，好事一样再次发生。今天跟着系统去做，你会做两笔对两笔，一口当冲呢可以挣137点。但是很多的朋友过去也跟很多老师甚至有软体来报抄指数，财富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理起来？因为你用的是市场当中没有办法适当的工具，常用市价追单有严重滑价问题，买卖点讯号会消失的问题，还有太多的参数模组周期全部要让会员去猜。因此呢，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，为什么我所有的会员都一定会用我本人手机号码，而且我百分百可以做到价格诚信不合价，而其他的分析师或系统为什么做不到呢？因为很简单，如果分析师或系统可以做得很好的同时，何必躲在业务助理背后，甚至每天在节目当中辛苦做幅度行销还要打折，不是吗？而当拥有做手系统的同时，在进场当下系统就可以立即去显示进场停损停利上价位一次的各位，周期固定十分线做当冲，全数定价100%不要滑价问题，每一天每一笔我都一定跟各位对价对时，赚的赔的会全部跟各位分享，没有参数可以设，这个模组简单明确，全部不会猜。就同你所看到的，今天跟着系统去做，你会做两笔对两笔，一口当冲呢可以挣137点。相同的，我们一定要来看一下今天每一笔的价讯号。接第一笔价讯号在8:55的时候，延续盘同步做多讯号。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系统，一起来，就同你所看到的，这个是昨天的最后一根 K 线，本来在灰色线上，这今天第一根 K 线也在灰色线上，所以昨天多，今天也是多，东方延续盘。但是我说过，8:55一定要看一下上下颜色都是红色的，所以收盘收定，我们直接设收盘价15131去做多，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。下一根 K 线最低来到15120，所以定价100%全部穿成交。但是千万不要忘一件事情，一旦只要来到系统中方可以规划压力区，一口单挣87点，记得先发一口单，等今天第二个机会趋势盘同步做空讯号。还是一样，你可以一起来看系统，一起来，就同你所看到的，行情找这个位置，本来在灰色线上变线下转折，线下是绿色同步做空，所以呢收盘收定一样设收盘价，也就是15183去放空，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。下根 K 线最高来到15184，所以定价100%全部穿成交。相同的，不要忘了一件事情，一旦只要来到系统中帮各位规划支撑区，一口单挣50点，再把发一口单。就在节目当中才跟各位分享的，他们拥有领先实战新技术的同时，好事自然每天都会发生。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